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近日，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任嘉伦的粉丝团传来暖心消息，他们积极参与公益，慷慨解囊，为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捐献了一个崭新的健康体育室。这一举动不仅响应了国家促进全民健康的号召，更体现了任嘉伦及其粉丝团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众所周知，任嘉伦以其阳光的形象和正能量的言行深受大众喜爱，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不断突破自我，更是公众眼中热心公益的典范。此次他的粉丝们以实际行动追随偶像的步伐，共同书写了一段佳话。据了解，这批捐赠的体育器材将极大地丰富欠发达地区学校学生的课余生活，有助于他们在锻炼中增强体质，快乐成长。此举再次证明了粉随正主的说法，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偶像能够带动其粉丝群体投身公益，传递爱与希望。任嘉伦曾多次表示，非常感谢粉丝们的支持，并希望大家都能关注社会公益，用实际行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今看来，他的这份倡议显然已经得到了粉丝们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在这个温暖的故事背后，我们看到了明星与粉丝之间超越寻常的关系，它更像是一种相互激励、共同进步的良性循环。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能看到更多像任嘉伦这样的偶像和他的粉丝们一起，用爱与行动书写更多的温馨篇章。任嘉伦粉丝团的善举无疑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正能量，他们的行动也激发了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任嘉伦的粉丝们以他的名义，用爱心和行动传递着希望和温暖，这无疑是对偶像最好的支持。同时，这也体现了任嘉伦及其粉丝团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对公益事业的热衷。他们的行为不仅让人感动，更让人对未来的社会充满期待。相信在任嘉伦的引领下，公益的力量将越来越强大，更多的人将会加入到这个温暖而充满爱的大家庭中，共同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任嘉伦的粉丝团不仅在物质上援助了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还通过自身的行动带动了更多人投身公益事业。这样的正能量传递，无疑是对偶像最好的回报。任嘉伦以其正能量的形象和善举，引领着他的粉丝们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他们用爱和行动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也点亮了整个社会的希望之光。任嘉伦及其粉丝团的善举，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公益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更美好的可能性。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的善举点赞，为他们的正能量加油，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爱心大家庭中，共同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贡献力量。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